那个一辉跟人家新婚过啦。一辉算什么东西？一辉算什么东西？一辉算什么东西？八年预算损失，基本上我公司的销售成本明细当中，已经不合作九点的事项，其中包含天津吗？他是看日久吗？我有想要澄清错啊，不要伤害君酒室内君酒，任一辉跟人家新婚过了。一辉算什么东西？一辉跟你讲一下，不是我来破坏君酒的，你这样不是破坏吗？你跟外面有什么两样？外面跟红红红尘有什么两样？这个君酒啊，我们一定要把关了、啊、进门这个最重要的命脉在君酒，但是哈、啊。这个杨振武上任的时候说要这个减少这个25%的这个员工啊，但是他都没有做到，然后反而呢这个愁用了一大堆。今天这个我们金门啊那么多前辈哈、啊、为我们酒厂哈、啊、这样来打拼啊，很不容易把这个酒厂啊建造起来。尤其我们陈局在现场啊，在他任内哈、啊、他这个建的新厂，对我们金门啊造福了很多，这个为乡亲啊这个增加了很多这个利益啊，所以我们不希望啊把这些这个金鸡母啊把它捏死啊，这个不好，这个是非常缺德的啊。他们只为了这个他们的需求跟他们的需要还有他们的政治途径啊，把这个酒把这只金鸡母啊捏死啊，我们金门啊会恨他一辈子。非常感谢杨议员还有所有的议员啊对我们金酒公司的支持，其实真的是选举是一时的，那金酒公司啊1000多个员工都兢兢业业，从来没有分任何的派别，也没有分任何的色彩，我们就是用心经营。